好的，今天来抽智的这词。当然我们这段是录给 YouTube 看的。刚刚抽了工会朋友的账号，280抽，有三彩，但是没有抽到智，所以我们先过来我的账号避难一下。好，这个角色我个人建议先上到四星就好了，因为他其实比较多的物理攻击都是来自他的大招，不是来自神星。所以卡四星比较省，你要不要上五星我不管。剩下就是 LE， 然后加物攻，然后这要是加 TP。工会战人权不能不抽，直接抽吧。然后先等他升级。看要不要给我两只？耶，抽到密室了。然后我也忘了我几抽了，应该有百抽内，好像六七十。好，等等，我们再回去抽泽亚的账号，我绝对没有问题，马上抽出来。刚刚抽卡。我知道自己都敢那样抽，别人的就不敢那样抽了。好了，看起来这个月的工会战我会打得非常的轻松。这个月叫做处女座，处女座三王，我想一下是谁？三王是花吗？对，三王是幽灵王，新的。这一次魔法都可以上，而且是必上的那种。合照这样子轮排下来的话，应该不会有每个人都打得到幽灵，所以有人会出第三队的物理队。你可能给物理角比较弱的人，然后让他们打幽灵，这样是比较好的排法。那是你阿月啊，好不打，我就知道。会卡怀剑跟这把，然后智的话是可以升 R10 的，好，这个角色就是 R10， 然后上四星。就差不多这样。旅の準備を整えて、より充実した冒険をいたしましょう。如果你现在这个，现在这个时期石头很缺的话，你现在忍一个月，
现在好好忍一个月，等万圣版本或者是后面的奇冠吧，一定要等奇冠抽，因为奇冠是不能没有的东西，它太重要了。以后的物理队几乎都是奇冠加真情两次绑定，然后剩下再出一支魔法队。哦，900万。或者是下一池，下一池是茉莉，茉莉算很垃圾，但是它附赠的三星 up 是真情，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情的话，就靠那一池。七冠有复刻一次啊，新春优异的时候复刻四天，所以有两期可以抽啦，得看状况。好，最后面我们把头像换成字。